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世界之最。今天给大家说说猫咪的眼睛为什么会发光。从科学上讲，其实猫咪的眼睛并不会发光，而是猫咪眼睛反射光源所产生的一种现象。猫咪要想在夜晚看清周围环境，就需要主动放大瞳孔。由于瞳孔的极度扩散，更多的光线会穿过猫咪视网膜，到达眼球后面的虹膜，从而被虹膜收集并反射部分回去。这正是导致猫咪眼睛在黑暗中会发光发亮的原因。猫咪具有夜间视力，也与它特殊的眼睛构造有关。它们的视网膜前有一个叫明朗毯的构造，其功能类似镜子。当夜晚微弱的光线射入猫咪视网膜，并打击到明朗毯上，然后又反射回视网膜上，光接受细胞能再度受到光的刺激，从而提升了光的作用，增加了猫咪的夜间视力。如果想保护猫咪的视力啊，主人平时最好给它们喂食牛磺酸，避免出现视力问题与患白内障的可能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哦。